我们要带三只小狗一起去看玉龙雪山啦。体检那天看到四虎各项指标都不错，医生说能够适应更高海拔的气候，我就知道还是把龙榻摆上，雪山之行可以正式提上日程了。但出发前还有件很重要的事儿，给三只小狗训练同时乘车的规矩。四爷爷先生，哎呀真棒。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. 到底是哪呀？妈妈先上后面了，然后你怎么是到前面去？ Be happy, be happy now. 妈，你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再过去了。往里，哎，好孩子。后备箱那么空，没有人去。现在换了一个司机，然后奶奶在开车，我在后边给他们三个训练秩序，然后四虎在海大雷兰那个位置上，团团圆圆在后边后备箱这个位置上，他们两个足够大，以后就是个座位啊，不能下来窜，知道吧？就是最近要出去就都是这样，你坐后边嘛，他们都这个秩序都管理好了，对，要不然以后就没法玩了。似乎躺下了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朋友们，我们的旅途开始啦。快乐了。昨天呢他们试乘很顺利，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然后后排座和前排座中间那个空隙的位置，似乎总喜欢把头搭在那里，然后呢那个地方是空的嘛，所以我又给他做了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台子，其实这东西是用四虎的龙榻改的。大家看下面是一个凳子，这样的话四虎上来以后这个凳子我要拿搭嘛，对不对，给四虎上下方便一点。然后呢他又放在车上很占地儿，我就给他稍微的锯短了一捏捏。这个连接的木棍我也锯断了，里面可以放东西。然后呢把这个凳腿改成了一个小桌板，上面先垫了一个木头，然后又加了一层海绵，又加了一层我们家用的那种地板革的那种材质，这样的话又舒服，而且又能把这个空间填满，很扎实。后排座到整个的后备箱一条又延长了一些，一会儿他上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凳子给他放到地上。哎，大家看，就是这样一个简易的东西。等我们从玉龙雪山回来以后呢，把这个凳子好好再坐一下，坐得美观一点。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使用，就它很结实。好了，上吧。先进腿儿。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次旅程的宿管主任。团团，你是不是给放了个屁？啊？臭死了！这好漂亮啊！这叫什么寺？五国寺。哇，这个。
个漂亮的。它那个体验感觉出来真的。福国寺，家人们可以来打卡，挺漂亮的。到了，哇，这个地方太棒了，那边就是玉龙雪山了，然后这一片非常大的一片草地，也没什么人。穿衣服，没什么人，赶紧穿衣服，嗯，穿衣服。哎，到这儿，哎。孩子，只有你等我，他们都跑了。啊！来了，哎呀，那死狐，帅，太帅了吧！好多圆圆，下去喝水去，追人家马去了。She was patient, though it was blatant. They were quite a match. After a while, the people moved tight. So then keys to get her on the phone. Hey, I'm hungry.不敢了你，给我钱送走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过来，不过快。拍完夕阳一过来，你嘴怎么了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给妈身上也蹭上了。你在哪儿蹭的？这是挠哪挠的？要不去车上拿湿巾擦吧？是干啥去了？这是挠的。我给再哎，我不能说流汗呢。明天我们去玉龙雪山景区还能看到，但是今天这样的风景也不错，很值得来文海。我们几个人，一个擦鼻涕，一个在找手套。太阳一落山，我们三个冻成狗，流鼻涕，看看手，看看我们冻僵的手。行了，走吧，撤了撤了，怎么了，腾腾？嗯，走。今天真期待夏天，似乎去游泳啊！是，哎，飞了我。
哦呦，大鱼，你个都聊啥东西？啥东西？他都不在乎背带挂脖。嗨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从文海出来了，司机换成了爷爷，因为等一下可能会天黑啊，他的夜间视力比我好一点，所以我现在坐在后排看着三只小狗，刚刚已经玩的都挺累了，所以现在他们的还挺稳定的，已经都各归各位，该睡觉就睡觉了。啊，对，爷爷，我们去束河北门停车场。你好 ，smart。OK， 那先这样啦。不上线了。然后妈妈去上厕所了，我们就准备把她留在文海，然后我们先开车走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厉害的，就是。我们现在进了束河古城，蓝衣服的小姐姐就是我们今天民宿的管家，带我们过去。好了，我们到了束河古镇的住的地方了。这个房间是小了一点啊、哦，但是我们订两间房，就是妈妈今天晚上跟四虎一间房，这样的一个房间是110元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旅游淡季。外面很漂亮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先给四虎他们吃饭，安顿好。奶奶还带着一些药。好了，旅馆。四虎又开始住上宠物友好旅馆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休息了，今天啊，今天累了。吃苹果。嘿，似乎喜欢这个窗和床中间的这个缝，有安全感。我们就给它铺在这儿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妈妈还要休息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团团圆圆。刚刚我们把小狗子安顿好，出来吃一个火锅，牦牛火锅，叫杂锅菜，它就是一锅一上来就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就带点过来就吃了。嗯，妈妈不能吃辣，所以我们要有清汤锅。牦牛肉就是肉丸子比较粗糙，但是味道是很好的。奶奶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店？叫这个名字，在束河古镇北门附近。我俩可以过来尝一尝，因为我们之前来过，然后在今年这个店的店面扩大了，说明生意很好，味道也很好。嗯，大家可以尝一下。好，我们就先吃了。这个旅店不好是不是？不大，你们没往外跑。你们睡好了吗？哈喽朋友们，这次订这个旅馆失败了，隔音不太好。嗯，楼上呢，早上姐他们可能要是看日出还是干嘛，咣咣砸那个箱子，然后那个地上脚步声特别的明显。结果小狗子们早早就醒了。下次再好好再订一订这个住宿吧。丽江这个住宿还没有推荐的，等下次再说。嗯。然后我跟奶奶呢出门都戴耳塞，声音是巨大的，戴着耳塞都能听到。妈妈那边没有睡好，妈妈因为没有戴耳塞，下次给妈妈也带一副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床和床头有一个缝儿，大家看一下。有个巨大的缝儿，刚才我的耳塞盒就在这个边上，被我救下来了。啊，起床！早上好呀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从客栈出来了，要在束河古镇里带他们溜溜弯儿。这么早，旅行团已经来了。看，我现在拎了一个四虎的那个睡毯，我把它叠起来了，现在像一个小包一样，这里还放了一些吃吃喝喝。我们的直观感觉丽江比大理冷好多，因为早上遛狗时候可以这样。妈刚刚喝了半天，你怎么不笑妈？没看到。
我被你哈蒙了。什么鬼？哈蒙雪干，你看。简单的快乐。我们刚刚走这个青龙桥，青龙桥的石阶都已经光了，然后似乎一直在打滑。哎，这只是串串吗？这是金毛啊，金毛的啊，是不是串的还是金毛？金毛啊，金毛，这么小的金毛。似乎他说你是串的。嗯，能下去吗？笑死你！团团圆圈已经当道具了，刚出门就拍照，还好妈记着，不然得把四回拉走。拍张照片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妈。嗯，是的，习惯了，知道你报上有好事。嗨，朋友们，我们刚刚从束河古镇北门三号停车场出来了。开电车来丽江住在束河古镇的朋友，你们停那个北门的三号停车场，然后停5号充电桩，5号充电桩的后面就一条小路，可以直接进到古城里边，很方便。我们停了一个晚上是18块钱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儿显示就是24小时18，也就是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吧，如果过夜的话。现在我们就出发去玉龙雪山吧。不必去想明天。哇塞，这个好。下一秒就转空中飞了，空中飞机，走吧，别让了。